搞，不想要红伴唱。阿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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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听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 ，Om Ami Deva 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a Lin Tho Lin So Ha， Om Ha Ha Ha， 为什么也 So Ha， Om Chali Chali Chun Thi So Ha， Om Jambala Chalang Chala Ye So Ha， Om Ah Hum Beja Guru Be Ma Siddhi Hum Se， Om Ah Hum Guru Be Ah Sasama Ha Lian Sheng Siddhi Hum。เดียธาอมเป็นข้าจียาเป็นข้าจียามาฮาเป็นข้าจียาราจาสมโอคาเตเลียโสหะนโม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นโม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นโม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
弟子众等愿以此法会功德回向，祈愿圣尊佛体安康，长寿自在，常住世间，永转法轮。恭请圣尊坐总回向。主尊，不空坚守观音，敬礼护摩主尊，不空坚守观音。敬礼护摩主尊，不空坚守观音。请依照不空坚守观音的誓愿，凡所求皆不空，必有所得，成效圆满。祈请不空坚守观音接引幽冥众往生清净佛国。祈请不空坚守观音以坚守绑住离魔魍魉，送至转轮圣王处。祈请不空坚守观音以坚守绑住誓愿，让誓愿都能够成就，以不空为理，以坚守为用，让所求多漏不空。请加持一会大众身体健康，吉祥如意，逢凶化吉，道心坚固。祈请加持罪业减少，福分增长，智慧圆满。祈请加持修行得力，增长光明，果位增上，日吉祥，夜吉祥，一日六时皆吉祥，一切吉祥终之者，祈愿上师加持，本尊摄受，护法永在。让大敬爱圆满，中敬爱圆满，小敬爱圆满。不
空坚守观音加持，让所祈求借不空而得成就。天罗神在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一切怨敌退散。问恭念三遍百字明咒：嗡贝扎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贝扎萨多德鲁巴迪查哲扎美巴瓦苏多卡尤美巴瓦苏婆卡尤美巴瓦阿诺那多美巴瓦萨瓦哈西迪美波拉雅查萨瓦伽玛苏扎美吉达摩悉尼仁咕噜吽哈哈哈哈和班卡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洪佩嗡贝兹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贝兹萨多德鲁巴迪查哲扎美巴瓦苏多卡尤美巴瓦苏婆卡尤美巴瓦阿努拉多美巴瓦沙瓦哈西迪美波拉雅查沙瓦伽玛苏扎美吉达摩悉尼仁咕噜吽哈哈哈哈和班卡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洪佩嗡贝兹萨多萨玛雅玛鲁巴那雅贝兹萨多德鲁巴迪查哲卓美巴瓦苏多卡尤美巴瓦苏婆卡尤美巴瓦阿努拉多美巴瓦沙瓦和西迪美波拉雅查萨瓦伽玛苏扎美吉达摩悉尼仁咕噜吽哈哈哈哈和巴卡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洪佩。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二拜诸菩萨。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印。四平等于起手念圆满咒：嗡布林嗡布林嗡布林嗡玛丽贝咪吽。请大家起立恭敬合掌，恭请圣尊升法王座。最热烈的掌声感谢圣尊主证这么殊胜珍贵的护摩大法会。请大家恭敬合掌，一起虔诚恭请圣尊为大众做法会的法语开示。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弘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玛巴，敬礼图登达尔提上师，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的护摩尊尊，不空坚守观音，
师母，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各位同门，还有网上的同门。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中中委会会计师特丽莎师姐和她师们。台湾成功大学电机系教授王林博士。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先登节目制作人西雅琪师姐。周恒医师，庄俊耀医师，马来西亚纳都雷鸿毅先生，那丁真美女士，千金雷浅小姐，卡利波尼亚高敏禄师兄彭丁力，高欢贤医师。大家午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唔该晒。Thank you for coming。先跟大家宣布一下，下个礼拜天是10月15日，下午3点是师面空行母附魔法会。那么师面空行母呢，他本身就是莲华生大士的护法啊，可以讲也就是莲华生大士的上师、护法还有本尊啊，师面空行母。那他用的这个手印是师面必胜狮王印，必胜狮王印，就是双手内薄，然后竖中指、竖尾指，再是大拇指啊，这样子的手印啊。师面空行母的心咒是阿加三玛拉扎沙达拉萨斯马拉雅佩，这是师面空行母的印，还有这个手印咒语手印，种子字是出力啊，出力。也就是显，那这一尊当然是很重要了。莲华生大士的啊，他的本尊、他的上师，还有他的护法，都是十面空行。那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护摩呢？是不空坚守观音，这尊菩萨是观世音菩萨当中啊，这个应该是六观音之一吧，有六观音哈、啊，六观音，它是六观音之一哦。其中呢，它主要的这个法相。身是白色，有三个面孔，四只手背，每一个面孔有三个眼睛，右手呢他持念珠，第二只手持净瓶，
左手持莲花，第二只手持坚守。那不空坚守观音是观音宴里面的哦，他是写七观音呢、啊，是七观音还是六观音？啊，总之是七观音，他这边写的是七观音之一呀、啊。那我脑海里面是六观音，啊，不管是几尊观音呐、啊，啊，都是观音就对了，是观音菩萨的一个化身，在胎场界曼陀罗中是非常伟大的一尊观音菩萨，他拥有跟准提佛母相等的法力。那么他密号金刚号就是等引金刚，等引就是平等接引，平等接引哦，啊，平等接引的金刚，也就是说他没有分别，不管你是好人坏人，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人，他都可以接引，叫做等引金刚。那他的顶上就是不空成就佛，因为有不空两个字，那他的本尊啊，他的本尊，也就是说不空坚守观音的本尊就是不空成就佛，不空成就佛。那么他本身的重要呢，他本身的重要是这样子的，不空坚守观音呢、啊，主要的重要就是在不空两个字。他的意思是这样子讲，你跟他求的愿他都会给你，所以才叫不空。那么你求这个接引到佛国净土，他不管你，不管是好的坏的哦，或者是怎么样子，他全部都接引，所以叫等引金刚嘛。那么一只手呢，他拿着念珠，念他的名就得接引。所以我们常要常常念呢、啊，这个不空坚守观世音菩萨啊，不空坚守观世音菩萨，念他的名就能够得到接引。有一只手是持着莲花呢，那么莲花化身呢，灾难就会熄灭，业障也会消除，更会增加福分，增加福分。他一只手持净瓶，凡是有业障的，用净瓶的甘露水，业障他就消除掉。无论地狱、恶鬼、畜生，业障全部都会消除。哇，这尊实在是很伟大。有一手呢，他持的这个坚锁，用坚锁绑住你的自己的愿望，让所有的愿望全部能够达成，也就是可以用坚锁来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他的这个手印呢，他的这个手印呢很特殊，是这样子的手印哈，这样子的手印。最主要呢，当然是大拇指跟食指，他有三种手印了，三种手印都可以，好像两只手这样子也可以。这样也可以，我喜欢用这样子，就是两个勾。
勾住，这样勾住就可以了。两手成圈啊，这个圈啊，好，大家看得清楚，那合起来就是不空坚守，这个勾住一个勾啊，对，他的手印。另外他的形象啊，大家有看到他的形象啊，这就是不空坚守观音的形象。那么他的咒语 Om Amoga Bisaya Bang Hom Bang Cha Hom Bang Cha Om Amoga Bisaya Hom Bang Cha， 他的咒语这个要念得很熟啊，他的咒语要念得很熟。那我们今天呢再谈一下这个道果啊，复判有七：一，记前手一；二，标指寒场；三，依所依法；四，能所相属；五，判因续轨；六，定则本系；七，配轮涅法。啊，这个他的护判有七样。那么你看到这个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几乎很难解释的啊，他的用字啊，非常的这个，非也不是深奥，就是字很怪的，他用的字是很怪的。在整本这个道果把它翻过来以后，他的整本的用字都非常奇怪的一种。他解释是这样子：记前所依，复分为四，一个是生脉，一个是脉字，一个是借甘露，能偏便调益其三者之场之气，其各有粗品及细品两种，有所谓的粗品跟细品。我们谈到生脉，谈这个生脉，生之粗品为所依生腔，身之细品有三聚底半脉，列为细为脉，最细的脉是七万两千脉，在我们人体身上的脉有七万两千脉，复列为四宝脉宫殿，一共有120脉，复列为主脉有32脉或七脉，复列为三脉。我们平时讲三脉啊，讲三脉，所谓三脉就是中脉跟右脉跟左脉，就称为三脉，三条啊，三条。那么再来呢，主脉有32脉或七脉，这个宝脉宫殿120脉啊，最细的脉一共有七万两千脉。那么我们记住中脉、左脉、右脉就可以了。一般来讲 这是最主要的，其他分得很细。你知道这个人的这个脉什么叫做脉吗？
啊，可以讲从这个毛孔进到我们身体里面，所有的通道，所有的通道，也就是气在进到我们身体，到所有的通道，一共有72000脉，72000脉。那最主要的气在流通的脉，我们呼吸进去，一个是这个右鼻孔吸一口气，左鼻孔按住啊，按住，那就进到你的这个右脉，然后转到这个转到地下室子的地方，然后再上升，经过左脉。这个这边按住，从左脉呼出来。当初我们做九节活轰的时候是要这样子，要用两个指头为止。好，先观想活菩萨的气呼出来，白色的进到你的鼻子里面，进到你的右鼻孔，你先按住左鼻孔，然后观想这个气进到了底下，一直到这边，再按住右鼻孔，从这个左鼻孔呼出来，白色的气进，白色的气进去，红色的在身体里面轮回，然后从这里呼出黑色的气，然后再相反，在这个左鼻孔入，右鼻孔出，两个鼻孔入，到了顶冲顶再下来，再从两个鼻孔出，这个就是九节佛风的开始。九节佛风，这个就算三节这样子。这就是三节，刚开始要用这个样子，哦，要塞住左鼻孔、右鼻孔、左鼻孔、右鼻孔，这样子塞的，然后再来要反复的做，反复的做三次，反复的这样子做三次。同时呢，你在做的时候啊，可以用这样子，到最后你不用这个指头。你可以用好右鼻孔入，你就这一孔不要吸气，这一孔吸气而已。这一孔出，这一孔进，这个其中的作用就是这三脉了，三个脉在作用。因为你气存在这里的时候啊，就要进到中脉。就方便气变成智慧气，变成有用的了。没有用的气变成有用的气，讲得很简单一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每一次啊，在修法里面有九节佛风，大家搞不清楚什么叫九节佛风。大家知道九节佛风吗？应该知道嘛，哈，因为讲那么久了，那你修气一定先从九节佛风开始啊。然后再做宝瓶器啊，或者做那个金刚颂啊，金刚颂应该是九节佛风开始，再来做这个金刚颂，再来做的宝瓶器，这样子会比较顺序会比较好一点啊，顺序比较好一点。这个生脉就是这刚开始就是这三个脉，后来呢？你知道吗？这个眉心轮有多少脉？喉轮有多少脉？心轮有多少脉？际轮有多少脉？密轮有多少脉？加起来就变成
啊，32脉或者7脉或者120脉啊，然后到了最维系的变成72000脉，也就是这主要的眉心轮、喉轮、心轮、际轮啊、密轮，这些主要的脉分出来到其他各个这个微血管，到了这个毛细孔的地方，这些脉一共有72000脉，是身的细品。身的什么叫粗品呢？你身体就是一个粗品，如果分到脉了就变成细品。那一般人来讲不知道脉的方法啊，在密教里面才有讲到脉，一般显教只有粗品。粗品就是怎么样，就是你的身体呀、啊、你整个身体，他也不讲里面的比较细的东西，所以称为粗品。讲到最细的东西就是72000脉，那是最细的东西。脉日的出品，依据其佛家坛城中有14个字，四脉轮日与其他部里拉玛拉雅啊、嗯，里拉玛雅。里多玛拉雅、里多玛拉雅等37字的一切字，也就是昼日。这个每一个脉里面呢，好像是眉心轮安上了一个昼日，喉轮安上一个昼日，心轮安上了一个昼日，际轮安上了一个昼日，这个生殖轮、密轮安上一个昼日，就代表那个脉的昼日。最细的品为中脉里的最短的阿字，最短的阿字是安在，也就是际轮四指底下那一个生化宫里面有一个半阿字，有一个半阿字。你这个怎么念？里罗马拉雅，里罗马拉雅，里罗马拉雅啊，里罗马拉雅，还有个布在前面。哦，六个字，布，布里罗马拉雅，那就想起来就是讲，可以这样子讲，六个字。那么这六个字怎么安呢、啊？四轮脉日与其他布里罗马拉雅，这是昼日啊，这个是昼日。那么你如果分的话，六个字，那是六个轮啊，眉心、喉、心、际啊、密，还有海底轮，加起来就是六个字，就是这样子。里罗马拉布里罗马拉雅，这样子。等37日的一切日，其实身体里面的脉都有用昼日安上的。那昼日是梵文，也就是用藏文、梵文都可以，用藏文跟梵文。最细品的是中脉里面，中脉里面到这生化宫最底下的那一个字，就叫做阿字。阿是安在那里的，就际轮底下的半阿字。他们还不讲阿字哦，叫半阿字。半阿是什么意思？半阿就是着火，
半呢、啊，也就是多杰帕姆啊，金刚亥姆，金刚亥姆那个半阿字是什么颜色？是红色，红色，又是最细品，红色又是光明，红色的光明的火，还有一个火，加上一个火，红色的光明的火，半阿字有这三种特性在里面。什么叫做戒甘露？在初品里面为脉内不可思议戒，脉内不可思议戒，其实是很好讲的啦。他这里写的哦，就比较那个含糊，脉内的不可思议戒就很奇怪了，因为我们每一个脉里面呢、啊，它都有甘露。像红菩提、白菩提都是甘露，红菩提、白菩提都是甘露。哦，那初品呢？脉内不可思议戒，讲的清楚一点，红菩提就是血液，白菩提就是所有的这个液体，在你身体的液体。都称为白菩提，很多液体都称为白菩提。那么红菩提呢？我们称为白菩提，又另外有一个名词叫做荷尔蒙。荷尔蒙，我以前讲过，不是讲说这个眼睛啊有眼翳啊，鼻子有鼻涕啊，耳里面有耳屎啊。口里面有唾液啊，胃里面有胃液啊，还有我们晓得这个最重要的，在你的胰脏里面有胰岛素啊，胰岛素这些全部都是叫做白菩提，全部都称为白菩提。那红菩提就是血液啊，就是你心脏里面这样子。啊，这个蹦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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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有蹦哒的时候啊，你才是活着。那血液一直在循环，啊，由动脉出来，由静脉，然后到最后又从到微血管，到最后又回到主要的心脏里面，然后又出来，又转一圈。又回到心脏，啊，这一种的这样子在你身体里面的循环，这个就是红菩提，也就是脉内不可思议，里面有白菩提，有红菩提。所谓细品呢、啊，唯如即澄净之大海之日升。寂家离家，鸟锦彩鱼，或草露凝珠之影霞。哦，我靠，拍烫哎！这个讲的实在是太过分了嘛，对不对？你用字啊，也不可以这样子用，用的简单一点啊。你们就会明白啊，不简单一点你不就不明白啊。告诉大家，白菩提，你这个白菩提水啊变成尿液出来的时候啊，应该讲就是不可思议的出品。你上厕所小便啊，你看到的那个尿出来的尿是属于初品，不可思议的白菩提。那你物质上出来的东西呢，也是初品，这个可能就是会盒子的
这个秽料啊，那些秽料啊，就咚咚就到马桶里面去了，再一冲一下水，咻，就是这样子。这个讲实在话，当你修行到有一点味道，有一点果味的时候啊，你的白菩提就像什么样子的？就像极沉静之大海，非常平静的大海，升起的太阳，那个就是你修行出来的白菩提跟红菩提的结晶，就是这样子，就像一种非常美丽的鸟，它的羽毛一样的这么样子的漂亮光彩，或者是说早上起来你看草上的凝固的珠子，那个就是细品，那是什么？表示什么？粗品是大香小香，眼屎、鼻屎、耳屎都是粗品。真正的细品是非常漂亮、很晶莹透亮的，像宝珠一样。啊，有一次我到图登达尔吉上师那里去啊，他拿来一个水晶球给我，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他拿一个小水晶球给我，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他才解释，我拿一个白色透明的水晶球给你，水晶球给你，一个水晶给你，我是要你修明点法，将来的你的明点就是这个水晶一样的透明银色，非常光明，非常亮丽，非常圆的，这个就是要修，叫你修明点法。什么叫明点法？就是你身上的集起来的浊火，它的温度可以把固体的明点融化下降，成为一滴一滴的明珠一样的下降，那个就是明点，就是细品。我这样讲解你们清楚了。不讲解啊，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你修行到了细品，你从粗品修到细品，就是红菩提变成红色的，像水晶球，红色的水晶球，透明亮丽。白菩提就像那个白色的水晶球一样透明亮丽，当然没有像水晶球那么大了，啊，还得了，很小，一颗一颗，小小的，小小的。我告诉你哦，这个东西你将来修成了，这个水晶球修成了，又回复到凝固的时候啊，你火化。这个脑壳里面它会上升到了脑壳，镶在这个脑壳的边上的一颗一颗的，告诉大家，那个就是舍利子，或者镶在你的骨头里面，这个骨头的关节里面镶一颗在里面啊，关节里面，关节，关节，这个是关节啊，关节里面，身体里面的这个膝盖这里，会结成一粒一粒白色的水，白色的啊，粉状的，非常坚固的坚固质，那个就是舍利子，也就是白菩提跟红菩提里面的结晶，就是结晶。头发呢是黑色的，血液是红色的。血液红色的跟褐色的，
身体里面的白菩提是白色的，骨舌力是白色的，另外还有这个黑色，另外还有好几种颜色，就在你身体里面就产生出来。那个就是表示说你修行有一些成果，修行有一些成果，有些时候是多没有，但是整个全部烧光，全部化光，有的时候是全身烧完以后全部都是舌力布满了一粒一粒的珠子，那个就是全身舌力。我们莲花一名上师就是全身舌力，但是他的是喝这个属于这个喝色的吧，灰色的，灰色的，就是全部都是舌力，他全身都是舌力。莲花一名上师，可见他这个修行啊，修七脉明点有成就，才会有舌力子。如果没有七脉明点，没有成就，不会有舌力子，不可能有舌力子。这个叉叉也有舌力子。啊，他讲说他在着火成就的时候啊，哇，生出好多舍利子啊，结果全部被同门给他脱光了。他说他啊，他被他的舍利子被人家脱光，我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脱光。成就者啊，有时候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然后突然间翻一个身，哎，会跑出几个舌粒子出来，也有这种现象。现在在谈，跟大家谈气，气的出品为言笑，细品为气。你讲话是不是用气呀？对不对？你笑的时候有没有用气呀？一样用气呀。他说气的出品为言笑，就是你讲话笑就是气的出品，细品呢就是气。一其数为21600席，依其相开分为十业气，更列为根本五气，归纳为入住出三种气。他讲这个，你们如果不经过我解释，你们是不知道的，我解释了你们才会知道。21600席问上师们多少时间？21600席啊，这个呼吸啊，你查一下啊，知道吗？哦，一个一息0.25秒，一个呼吸是0.25秒。一息相开分为十业气，十业气，也就是你在呼吸当中是属于业气，没有进入中脉的都是属于业气。1秒0.25息。啊？一秒是0.25息，是吗？一秒是0.25息。总之我们不算那个了。哎呦，你算了会头晕啊，对不对？21600席，
那么香开分为十业气，你在呼吸就属于业气。根列为根本五气，我讲什么叫五气，很简单嘛，我跟你讲过了，控制上半身的就上行气啊，控制下半身的就下行气啊，控制循环的就是这个偏行气啊，控制中脉的就是火伴气啊，然后还有一个气是不能动的，这个气一动就会死掉的，就是命气，就是你的命气，这不能动的，归纳为入住出三种气，这是修气的法。我们吸一口气进来，进入丹田，然后闭住呼吸啊，就是住啊，那憋不住了，吐出来了，就呼出来了。这个入就是吸进去，住就是住在丹田，然后再出就是最后吐出来。那么这个也有方法的，进气有两个呼吸孔进去，完全呼吸啊，那是细慢跟长，这就是在吐气。刚刚我静止的时候是在住气，就吸气、住气、吐气。当然，这个住气要住多久，依照你们好像是说三十秒，我们一般人是三十秒，差不多三十秒了。我自己这样子算。然后慢慢的增加到两分钟，你要闭住到两分钟才算及格，也就是住气住两分钟，因为你住气住两分钟，那个气才能够进入中脉啊。你没有住气很久，你那个气不能进入中脉。你如果一般人来讲，他也不管怎么呼吸啊，每天这样子生活，其实它吸只是吸到喉咙，又从喉咙这里又出去，你能够吸到肺部就已经很不错的了，还要吸到丹田，一想到丹田，然后这个气又用中脉进去，这个就是在修行的呼吸啊，称为完全呼吸，就是修行的呼吸。我们一般人呢，就是吸进来到喉咙就不错了，就吐气了，一吸一进，一吸一进，根本就不会进中脉，这是一般人的呼吸。或者到肺部根本不会，根本不到中脉的，跟中脉没有关系，跟你的脉没有关系。你真正在休气的人，一吸住在里面，住了两分钟，他气就一部分就进入中脉了，将来中脉满了，它就会中脉就通，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先修气，密宗道次第广论里面有写到要修轰，修轰，那么轰就是气，入就是吸进去，住就是在中脉里面
在这个生华宫的这个地方停住将近快两分钟，后来再吐出这种气。这个平时在修行的时候，在打坐的时候都要做这种方法，做这种方法啊，常常练，常常练，练到最后你中脉才会通。这现在流行了通中脉，怎么样呢？那个有一个通中脉的师傅说：“我给你通中脉，好。”然后就用指头给你压住在这个头顶上面，耶，耶，哎，通了没有？你感觉到怎么样？舒服一点啊，舒服一点，好，这样就通了。啊，给钱20万。啊，多少万？就叫通中脉啊，不是这个，这个不叫通中脉，可以称为加持是可以的，不能讲通中脉了。这些通中脉全部都是假的，就气要进入中脉才叫做通中脉啊，而且气要非常的足，把这个中脉整个都通掉。啊，全部都变成一条细直的中脉，真正的中脉出来，啊，全部通通没有阻碍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的脉，啊，修行的脉要自己修出来，不是给别人通。啊，知道吗？这个要清楚一点哦。流行通中脉，这个不行的。啊，今天讲到这里吧。哎呦，啊，4:23啦、啊！阿弥陀佛，那遐紧。哎，我讲多久了？还没有50分呐。阿弥陀佛啦，啊，这个住家对面有一个妹子，每天早上换衣服都不关窗子的。我必须感谢这位真妹，因为她我不但近视好了，还养成早起的习惯。这个就是因啊，这我们称为因。你因为你对面有一个小姐，她早上很早起来，她换衣服的时候不关窗子，有这个因你才能够早起好，然后你的近视也会好。因为你要看清楚啊，你睁开眼睛要看清楚啊。告诉大家，我每天早上一定眼珠子运动，对着这个很远的地方，然后你先闭着眼睛，然后转14下，这时候再张开眼睛看最远的地方，会让你的眼睛运动，眼睛只要有运动，它的寿命就会比较长。所以这位老兄啊，起得早，眼睛要看得很远，你看要看很远的地方，哎，不谋而合啊。而且眼睛呢、啊，他一定要转动，他看着那个女生一定要转，他配着他在换衣服啊，你要看着他的手啊怎么换呢、啊，对不对？那眼睛就会眼力就会真的好，这是果啊，这是果、啊，一切事情都是有因果的啊。小吃店来了一个客人。跟老板讲，老板，我要一个贡丸汤，要一碗贡丸汤，不要贡丸，
但是要淡花，等下来拿。老兄就对着旁边的人讲，现在的疯子有够多，就讲蛋花汤不就好了吗？我要一碗贡丸汤，但是不要贡丸，只要蛋花。我告诉你啊，跟这一本差不多。真的啰里吧嗦写了一大堆，他也不讲清楚，也不让你知道。这个就是他就是要吃蛋花汤啊，偏偏讲贡丸汤，不要贡丸，只要蛋花。跟这一本一样的，他主要的意思，这一本道果他是给真正的修行人，懂得修法的人看的。你不懂的外行的哪来看？你照这样子学，你看不懂怎么学？给真正的上师看，他就懂什么叫入，什么叫住，什么叫出。你写嘛，入气、吸气、住气、出气嘛，对不对？他就少了一口气。那搞什么嘛，入住出，就除非说根还好，是根本上是懂得说什么叫入住出，入气、住气、出气，什么叫武器，对，他也不写清楚，对不对？上行气、下行气、偏行气、伙伴气、命气，这个都要清楚的嘛。写算，你看写21600席，哦，四秒就一息，四秒就一个呼吸啊，四秒就是一个呼吸，就是粗的吧。这本道果这本书哦，它有时候是这样子哦，正邪倒邪颠倒邪这样子，还要用很深的这个字去表示出来，让你故意让你看不懂。要一定要真正的金刚上师去解释，你们才懂。这个叫做口耳相传，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要上师跟你解释，你才能够懂。不给你解释啊，你的母傻傻。什么叫借甘露？出品，你要讲大便小便就好了嘛。啊，细品。啊，就是你的白菩提、红菩提嘛，对不对？他不写的，他不这样子写的，所以这跟那个跟我讲的笑话是一样的。怀孕的妻子在于周先生跟他的先生，他先生姓周吧，闲聊的时候讲，我想替小孩子取一个简单又好记的名字。啊，他的先生就讲，那就叫周一吧。哎，又简单又好记，而且可以连续生七个。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啊礼拜天、周七。那妻子就接着讲啊，那生第八个怎么办呢？啊，第八个，他老婆姓夏，他说那就干脆第八个。啊，就姓你的姓好了，姓老伯的姓，那怎么叫啊？这个周先生就是下周一，啊，老伯姓夏，先生姓周，所以他可以生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又好记啊。
这一本书啊，他就不能周一、周二、周三、周四了，真的。我看了以后还要想一想，才能够讲。有一天，猫跟狗结婚，没多久就离婚了。法官就问猫狗，为什么要离婚？狗就讲，自从猫结婚以后，每天晚上都不回家，行为不轨。猫大声喊，阎王啊，我只是去追老鼠。猫就这样，你听听，这追老鼠还像话吗？真好玩。刚跟爸爸妈妈聊天的时候，妈妈突然叹了口气说，都三十好几的，没有看过你带男朋友回来，是不是没人要啊？这位女儿顿时陷入深深的自卑之中。这时候老爸在旁边讲，别这样子讲女儿。那个时候那个女儿一听到，就一脸高兴的看着爸爸，心想还是你比较疼我。这时候老爸却又讲了一句，总还是有会有一个看左眼的。你还看左眼呢？看左眼就突然间他就看走了眼，就娶了他了。哎，请大家注意啊，这个是修行的事啊，是非常比所有任何事还要更正的事，更加的谨慎，更加的重要，因为这个决定你未来你的轮回，跟决定你未来的成果，决定你未来的果位，是非常慎重的，不可以开玩笑的，是要非常谨慎，而且一步一步的走的路。我们要走在正道上面，不能走在不好的上面。那么祈求加持呢？祈求本尊摄受，当然是活菩萨来摄受你。活菩萨金刚护法空行，他来摄受你。那么请求护法来守护，要金刚明王所有的诸天来守护你这个修行的人。你还要找对真正的根本上师，我告诉你哦，我们修行哦，本来跟鬼一点关系都没有。修行你在做防护，就是防护那些离魔魍魉，那些妖魔鬼怪。我们做这个披甲护身，做守护轮，在做守护轮的修行的时候，在做结界，都是为了防止那些离魔魍魉、那些妖魔鬼怪来侵犯你。那你如果有养鬼的，你不要去跟随这种养鬼的。谁都知道不要跟养鬼，你跟养鬼干什么？跟着养鬼的做什么？啊，鬼当然他有一些通力，我们讲的是鬼通啊，有一些通力，鬼通，他可以帮你算一些事情，
啊，帮你解决一些小事情都可以帮你解决。但是你不能因为相信他实际的修行的正道，这是最重要的。你如果知道哪一个上师在养鬼，你就不能跟他。跟他有什么用？他会表现一些灵感的东西给你看，没有错。家里有什么困难帮你解决，这个跟修行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当初释迦牟尼佛他比较反对什么东西？去相命，去算命啊，去算命，去改运啊，去学这个星象，学这个星象，学风水啊，学这些东西，那只能够当为补助，不能当成正修。你当成正修，你就走歪了路。也不要去学那些做什么做法给人家做杠头啊，或怎么样，也不要去学那些东西，也不要做那个是造业啊。大家知道的，这个你要走在正道上面，一点都不可以偏。你偏了，人家讲说差之毫厘啊，失之千里啊，越偏就越远，越来就越不像话。所以我们拜的是佛，是菩萨，是金刚，是护法，哦，是空行，是尊敬，尊敬他们，学习他们，我们是在学佛。你千万不能学鬼啊，这是一个重点啊。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给你看。非常感谢圣尊精彩宝贵的法语开示，现在请大家把各自坐的椅子叠好，有靠背的椅子放在架子上面，圆凳子放在楼梯的两旁。观顶的路线是从伽蓝尊者这边进来，再从韦陀菩萨那边出去。观顶时，请大家守节不空捐所观音的手印，持诵不空捐所观音的咒语。恭请圣尊为与会大众做不空捐所观音法灌顶，含有皈依灌顶。
塞亚吽巴叉吽阿摩嘎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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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亚吽巴叉吽没有接受灌顶的朋友们，请你们赶快过来接受灌顶，灌顶即将要结束了。还没有接受灌顶的朋友们，请你们赶快过来接受灌顶，灌顶即将要结束了。还没有接受灌顶的朋友们，请你们赶快过来接受灌顶，灌顶即将要结束了。阿摩嘎布塞亚吽巴叉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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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摩嘎。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圣尊慈悲赐受灌顶。在司仪台这边有捡到一些外套跟围巾啊，你们看看是，如果是你们自己的，请过来这边认领。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四平等于其手。护摩法会圆满吉祥结束了，非常感谢根本传承上师的大加持，感谢
作为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于大家的护持，以及网络直播现场观看的观众，谢谢大家功德无量。网络直播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阿弥陀佛。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roadcast. Thank you for viewing. 四一台这边有剪到一些外套跟我一件。